她，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，曾天真的对我说：“老师，送我一支歌好吗？”我愉快地答应了。那个时候，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。谁知，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。那天下午，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，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，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。那一天，他刚满13岁。九月的天空已洗净冷，阳光下许多故事缓缓酝酿。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13岁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去课堂。那个下午有风在轻轻流淌，孩子，你难道听见一种声响？车来车往，车来车往，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？月儿高高，黑夜很长，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。亲爱的孩子，什么是吉祥？车来车往，你有没有神的光芒？你对我说起你死去的爸爸，你说你梦里时常会见到他。爸爸，我来了，爸爸，我来了，牵着我的小手，你不要太悲伤。孩子，你的书包在我的胸膛，你说你喜欢学校，喜欢课堂。匆匆你走了，匆匆你走了，那个世界里你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月儿高高，黑夜不长，孩子睡着了，我为你歌唱。那遥远的地方，没有车来车往。月儿高高，黑夜很长，风起中吹拂着命运方向。亲爱的孩子，什么是吉祥？车来车往，那遥远的地方，没有车来